如果他们知道即将到来的结果，谢谢德纳特 boss。活下去吗 ？NT， 他骂你 NT， 那他本来他就叫 NT， 我不叫 NT 叫什么？因为 NT 也不是骂人呢，有可能是逆天女童、念头男童、粘贴泥土、农田，这不都是吗？你怎么知道 NT 就是脑瘫呢？男童是儿童的童，不是同性恋的童。平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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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掏！别吃，别吃。你不让掏我就平 A 你，来吧，炸！我生在贵族之家，而我成了一名战士。完了，螳螂又不来了。我这不又得被赶开了吗？偷回来，吸平 A 接大，别着急啊，平 A 偷回来，吸大平 A。我看到的越多，就发觉潜藏的东西。哎呀，没炸着！炸！这根本就没有用的，直接回家就完事了。他无非就是打我两下，泄泄气。解解气，他也就只能打我那两下。他们总希望我的手段能够公平一些，可我们玩的都不是一个游戏。一个兵没丢，这波。啊，唯独的一个兵还让我们给收了。啊，炸，掏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补刀。高手也会漏刀，这很正常。毕竟乌鸦确实不好补刀。只能说是没办法。掏 W 七炸平 A 平 A 插眼掏回来七炸平 A 平 A。 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冷酷法则视而不见。掏差一堆堆。马上升啊，升完把他杀了。
掏回来，哈，平呗，平呗，炸，掏回来，四件劈炸开大，闪现平 A 别急，平 A 接炸，平 A 平 A 接炸，接平 A， 我操，炸，居然没死。回家了，遗失的章节给他除了。硝烟散尽时，就是群鸦盛宴。墙上的乌鸦是彩蛋吗？不是，是我的鸟。我的鸟想要多少就有多少，不信我给你撒一个。行了吧，你们满意了吧？鳄鱼生了，炸！平给掏回来，吸！你以为你能全身而退？耗点 A。接炸，对不起，掏回来，我忘了鳄鱼有大了。我征服者触发，我还寻思我挺狠的，我一看不对劲，鳄鱼比我狠。跌跌撞撞的走在我前面，哎，鳄鱼被小兵卡位了，你也有今天。上把我被小兵卡，这把轮到你被卡。炸！嗯，听到他们在喊我。炸！平 A 接大，平 A 平 A 掏回来，吸接炸，平 A 接炸接平 A， 平 A 是最重要的。哎，吸个血。放了，再吃一层。1665，回家。他不敢动我们，无敌了。哎呀，下路也无敌了，下路推塔推挺快呀。给蹭个助攻。嗯。掏回来，打破了西炸，这局上了啊！掏回来。上下路全没了，掏一下，算了，我们去下路了，你去下路，那我在中吧，你把人都引到中路来了，然后你跑了，哎呀，可太惨了。掏回来，
W 棒，还有意外收获。我们每个人心底都是重重迷雾包裹。炸！再炸！来勾我，站着也勾。你不勾我，我敢勾你了。透过他人恐惧的黑暗，注视着一切。炸平 A， 平 A 接炸，接炸接大招点炎。炸！耶！炸接炸，劈接炸，吃口屎。那鱼居然把卡牌也杀了，不敢相信，还是月塔杀的啊！原来卡牌一杠四。我真喜欢和蠢货们费解口舌。我们1250加600加800等于多少？权衡之后的冒险。根本就不是冒险，错了，加650。等于2400，那回家了。你会算数吗？还2400？拿脚算的呀。都有选择，哪怕是真的。赶紧打个石头人回家了。OK， 溜了。那不2600吗？我看看啊，650加1250等于1900加800等于。2000，尤其是当你想要控制它时，650加800，2700，2700，这不2700吗？来个水银海，再推一次，他们就要败了。来波一 v 五，兄弟们！好大！这也是一种投降的方式。别的不说，一 v 五送给大家。让我炸死！又一颗棋子被吃掉了。给一个舞台，一 v 五。给个舞台，真的，我缺少一个舞台。炸！平 A 接炸，平 A 掏回来 ，W 炸。
别忘了。膨胀，这不叫膨胀，这叫自信。这咋没了？没事，残血更好，残血我们虚区更高。叮，你以为你手速很快？回血来，这也不出来呀，这不出来怎么一v五？掏一下那一个 W 的狙炸，接炸，狙炸，这鳄鱼在干什么？掏一下。W 的虚炸，炸，掏一下，吸一下，炸，闪现。炸，掏一下，吸接炸。